看到最后的人已经笑晕了。就你还能把我闺蜜约出来？我给她打个电话，你看着啊。哎，团团，你能出来吗？你自己吗？啊，我自己啊。小爱在不在？他不在这儿。那你来的时候该给我带杯冰饮料吧。事儿那么多，给带饮料呢。叶总，帮我签个字啊。哎呀，每天依赖上班，你就放困，说给你早点睡，早点睡，你就是不听。哦，你天天跟我说早点睡，你要是真关心我，你就过来跟我一起睡。那样我何止早点睡，我是一有空我就睡。哎呦我的妈！咋了？哎，大汉，你这宝宝都生过了，怎么还那么大呀？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咱们那是双胞胎，还有一个呢，医生没套出来，做去院。哎呀，不是啊。那这是啥？啊，这是啥呢？哎呦我的妈！媳妇，你看这几位都下地啊？干嘛呀？今天出去聚会去吧。啊，我去了。怎么的你？你忘了咱班那个班长以前追过我，去了多尴尬呀。那你不去了？我不去，你去吧。那行，多找酒啊。啊。老公回来了。哎，媳妇，那今天没去，你就后悔吧。怎么啦？今天点心饭好吃，龙虾、鲍鱼、海参。班长临时有人也没去了，哥们儿就你俩没去。你讲，那我，有人，立冬你吃啊。吃啊，立冬我买单。大飞，你太客气了，是你买单的，那我就多吃点了啊。别客气，乐乐吃。那个大飞，你要不要先买单买？不行。服务员，买单，看我这桌多少钱？你好，一共消费355。好。哎呦我的妈！先给你200，那155扫码。不好意思，本店只支持现金支付。来吧。那不行，你先帮我垫。我也没有现金呢。那咋整啊？那排队也不支持扫码啊。那这样吧，那你给我转。打他！啥？那他都扫不了码，给你就能扫了？哎呀，你就来吧，扫吧。哥哥，我都烦死了。过去了。收到，服务员，来，会员卡，会员卡，会员卡72，一共消费245，我先开走，你先走。哎呀，哎呀，这啥事儿啊？哎，老婆，你怎么把我内裤洗穿色了？可能跟其他衣服一起洗了。那我怎么穿出去见人啊？我再给你买两条。你酒啊？有事耽搁了一回。你干嘛？那现在我都穿丝袜的。啊？你穿没有？没有啊。那我给你看看小秘密。我早就怀疑你了，你都给承认了是不是？你能不能去隔壁看看？你从学校接回来的是你儿子呢？算了，反正明天都得给学校送过去，是谁的都一样。脑瓜子又嗡嗡的吧？你能不能别走？你走了我怎么办？你们跟个女睡在一起了，就站吧，站吧。就因为她，你大半夜就要走？这还不够吗？那行，那你告诉我这个女的是谁？不你不知道，你自己做的梦你不知道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干嘛？孕妇，别抽烟。孕妇怎么了？不闻不就行了吗？行，你等着。等着就等着了。不闻不就行了。
啊，问你个事儿。说。你要是有100块的话，你会分我多少？99。那你要是有100万呢？100万还是99。为什么还是99块？不应该是分我99万吗？因为我真没有100万。那你给我转账吧，给我转99。老板，哎，晚上有没有桌啊？哎，有有有，您多少个人呢？订几桌？20来人吧。那个，你家大鹅有多大的？多大的都有啊。你有多大的？你给我整一个20斤重大鹅吧。行，好嘞，我给您记着哈。那个晚上那个酒啊，您给我上威海大姑娘啤酒。威海大姑娘啤酒？没听说呀，要不然你看我们家还有那个地瓜烧，你看行不行？没听说你说这个酒。地瓜烧啊，我们不喝地瓜烧，我们只喝威海大姑娘啤酒。那算了。哎，小表妹，在这里搞什么啊？出来散散步呀。你看这天天哪也去不了，在家里面除了睡就是吃，除了吃就是睡，我都长胖了。胖了好呀，茶叶道饺子要吃烫烫的，媳妇要找胖胖的，要想生活过得旺，媳妇就得有点胖，长胖了旺夫啊。哟呵，你现在小嘴怪甜呀。那我嘴那么甜，你要不要来一口啊？咋了？帅哥，要娘们儿不？不是，咱俩不是说好了吗？咱俩只是纯友谊，不要出去出去。哎，你就看到我这么主动的份上，就要了吧？而且我还是免费的呢。免费的更不能要了。俗话说，便宜无好货，快出去出去。那给你200块钱，这总行了吧？有钱了不起啊？我就看不起你这副暴发户的嘴脸。给，这是1000，拿着出去去。哎，等会儿等会儿。怎么，你想明白了是吗？把门给我带过去。哈美女，问一下肯德基在几楼？我不知道。我就问个路，至于吗？咦，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。你问完路你就想要我的微信，然后你想让我给你当女朋友，把我娶回家，给你生孩子带娃，洗衣服做饭。最后我青春散场，然后你在家里红旗不倒，外面彩旗飘飘。What？ 像你这种人我见多了，渣男。没料装的，真是有病吧他呀！人剪头发只需要20块钱，为啥给狗剪个发需要100块钱呢？狗敢吃屎，你敢吃吗？我要是敢呢？那你以后剪头发也100。你骂谁是狗？不是你自己问的，你生啥气呀？那你也不能骂我是狗啊！你非得跟狗比，那能赖我吗？你别跟我俩喊啊！还有个问题。又啥呀？别废话，请听题。如果泰森给我一拳，你会怎么办？我会很生气。完了呢？我会谴责他。啊，就是不动手呗。我打不过他，我动什么手啊？虎啊！我都没逼割了嗓子。有病。老嫂子到了。你是不是有病呢？叫谁老嫂子呢？哎，老嫂子，有事就说。电话。你想啥呢？你个跑滴滴的还想要我电话？不是。说啥呢？不是，你也不看你长得熊样，还想要我电话撩我。哎，老嫂子，老嫂子，你误会了，你这次白天做梦里，你年龄跟我妈都一样大了，我还想撩你的，我是说你电话落到这儿了。谁在里面洗澡？你怎么这么早回来了？我问你，谁在里面洗澡？隔壁邻居。你别看。王哥，我去，我操！千万不要亲女生的脚，真的会得脚气。你怎么说？还真他妈是脚气！那大姐还说，下次再亲的时候找点正常的。